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金刚不坏孙大圣哦，大圣的升华二哦关卡，双体共生哦，就是那我们就做个全体攻击啊。通常右边那只会比较硬，目前看起来是一样硬哈。所谓硬是指血量的部分，那既然血量一样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本来以为想说血量应该会不一样，就出意料，竟然是一样。还真的是不一样啊。好像是一样吧，你刚刚打下去来讲，对啊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九力哈，九力光伏石，绿珠吧，兄弟们绿吧。烧脚不够快。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不够不够。好，啊九颗嘛哈，这边四颗，啊这边五颗，叠珠，九颗，拜拜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Bye-bye.